他在还没演唱以前，我看到这个人就非常有印象，第三四秒我就能认出来他就是那个人。最佩服那位音乐人。非常好，我是徐若峰。第105名，徐徐若峰，这是我的歌。真的在榜单最后一名，真的给我特别特别大的压力，因为我是唯一一个没有编曲就进到榜单里的人。大家感觉这个人如果不是特别蠢的话，那一定是特别优秀，所以他就是两个极端。徐徐若峰他让我印象非常深刻，每一个学员在上面唱歌，无论是走或流，你都可以看到他是最激动的那一个，为大家流泪，为大家而笑。我有注意到他是一个很特别很可爱的人。我们今天带来的原创歌曲是，我是清唱。清唱，对。你没有乐器是吗？好好。这个人是认真的吗？我甚至怀疑导演组是认真的吗？他太大胆了，我觉得实在是太舒服了，出一口恶气。Let's go, let's go, no more. 继续，继续，继续，Let's go, 继续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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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继续。